从我家这个窗户这里看后面啊，已经是绿油油一片一片的啊，怎么感觉那边好像长得更好一点呢？可能是错觉吧，对吧？感觉那边好像更绿一点，对吧？时光匆匆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呀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，美好的一个月的最后一天，对吧？开始了。然后的话，明天就是11月份了啊。这个今天作为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啊，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啊。讲一个什么笑话呢？我到他们这里面啊，因为他们在外面在吃那个竹叶啊啥的。这笨笨在那儿吃竹叶啊，吃的不亦乐乎啊，顺便再撒泡尿啊，就是这样。小花闻讯而来啊，小花说："这个我也得吃几口啊，不吃不得劲儿啊，浑身不舒服啊。"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这算是他们的那个旅游胜地了啊，在家没事儿可以旅游啊，在这个竹园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看他俩在那儿吃开呀，吃得好开心呢，吃得好快乐啊。然后的话，这个家伙是在这儿啊。说实话，这家伙我最近一直觉得他有点怪怪的啊，也说不上来哪里怪啊，反正就是怪怪的。变得有一种那种，怎么说呢？有一些谨小慎微吧，就是这样。握手，握手，好。这不用说，小花就过来了啊，就是这样。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啊，和大家打个招呼啊。说你们很好啊，你们很好，没毛病啊，就是这样。这笨笨也回来了，笨笨说："大家好，对吧？你别拔我了呀，我换一件衣裳，你拔拔我。"真是的，让他俩去玩去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你咋不去玩呢？你咋不去吃草呢，小黑？啊，这个月最后一天，有啥想和大家说的没？啊，小黑说："有啥说的？明天还跟大家见面呢，对吧？我就不多说了，对不对？就想你们就得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想我不想，对不对？"哎呀，老可爱了！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，我都不敢多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那俩肿了！哎呀，我天呐，不知道10年以后啊，笨笨是不是还像现在这么活泼爱动呢？对不对？往这儿坐一会儿啊，坐这儿休息一下啊，和大家说说话啊。就是昨天不是我们这边说今天要静默一天嘛，所有的商店、超市全部都要关门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昨天晚上就想着，肯定是因为，对吧？从郑州那边回来的那一批人嘛，导致这个情况嘛，对吧？应该是可以预想到的，对吧？肯定是要封城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就去超市去买了一些蔬菜嘛，就怕这个不止静默一天，对吧？就是会不会静默个2天、3天或者1星期啊？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。好了好了呀呀，老疼啊，小伙儿，你动作速度小点儿呀。然后我就去买菜嘛，买了一些那个，土豆啊，这个西红柿啊，然后还有一些，就是能放的比较久的这些菜吧，就买了几十块钱的吧。哎呀，好了，笨笨呀，你为啥一定要保持这个姿势呢？你缩回去好不好？笨笨一定要这样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好吧。那小伙儿都敢定下来了。然后的话，我就是买完菜之后啊，去超市回来之后啊，然后的话就去沙县吃了一碗馄饨嘛，6块钱。然后我那个吃完之后出来啊，然后我放在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菜啊就不见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嘛。说实话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我都郁闷了。说实话，真的是郁闷。买的也不是很多，几十块钱的菜吧，就想着1星期的量嘛，就是这样啊。谁知道昨天晚上就直接就不知道被谁拿了还是咋的，哎呀，因为那个太重了嘛。好了，笨笨，咱保持点距离好吧，距离产生美好不好？就是几十块钱嘛，那土豆啥的太重了，我的当时想就喝碗馄饨，对不对？5、6块钱很快就吃完就出来了，谁知道就发生这个事儿啊！哎，真的是郁闷死我了。哎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封一天。如果真的就今天封一天的话，那明天再去买点也没啥，就怕这个，对吧？
就怕就是复查出来的有其他情况啊，到时候就尴尬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愁死我了，真的是，是吧，笨笨？嗯，愁死我了。哎呀，这笨笨真的是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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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俩干啥嘞？那俩淡定点吧。哎，淡定点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啊，事实就是这样，真的是，哎，我也不想说谁拿我东西了，那只能说是自己不够小心吧，自己不够那个，对吧？是吧，小黑？我说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吧，小黑？嗯，好了好了好了呀，那俩又过来，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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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我小时候，像我们买东西都是到村子那个供销社去买的嘛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妈给我2毛钱嘛，让我去买雪糕，对吧？我记得那个下午，对吧？我就踢球嘛，和小伙伴儿，对不对？踢了一下午，就那两毛钱，就一直握在手里面，就握着，自己都没感觉的那种，就握着，握了整整一下午。等到傍晚，我妈问我的时候，说我买雪糕吃了嘛，然后我就突然发现那个钱还在手里，打开的时候那个钱。全部都湿了啊，所以我妈说那你赶快去买去吧，然后我就去到供销社去买了嘛，2毛钱雪糕啊。在我记忆里啊，就是这件事印象比较深刻啊，就是可能是在10岁之前啊，就是对吧，就是去买过啊，然后10岁之后，然后我再也没有去过，就是这个。但是我昨天去取快递的时候，路过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，那上面那个供销社的这个字啊还在啊，其实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啊，我觉得它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我觉得并不是很大啊，我最起码目前来说，对吧，这20年我应该是没有去过进去过一次啊，我可能很多次路过啊也没有在意啊，其实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啊，并没有大家网上的那么恐怖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也没必要去害怕或者咋地啊，只能说是国家的一个，对吧？一个方针嘛，可能是想，对吧？扶持一下或者怎么样啊？我觉得看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吧，毕竟也是过去的产物嘛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啊。本来他这个衣服已经给他脱了一天了啊，后来晚上感觉有点降温了，我就给他穿上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今天又觉得有点热啊，把毛豆的这个衣服还是脱掉好了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还是脱掉好了，对吧？小毛豆，脱掉。哎呦，你吃真快，一会儿你可堆了板弯了。我操，你真牛逼！脱了，因为我自己感觉我穿这个薄毛衣都稍微有点热啊，就是这样。我想毛豆前两天把那个衣服脱掉，是不是也是感觉有点热？对不对？啊，没事啊。现在老相信阿飞了，对不对？都不叫了哈。好，从下面脱吧，上面不好脱，从下面脱吧。哎呦，看看。好，哎，好，空了洗一下，衣服先丢那儿了。哎呀，吃吧吃吧吃吧，吃吧，吃吧吃吧。哎，好搞，哎，小妹真好，吃吧。哎呦，毛豆又长精神了哈，又长精神了，是不是毛豆？嗯，是不是？嗯。给大家近距离看看好不好？小家伙，哎呀，给大家近距离看看啊，这家伙吃胖不少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抱着他，我都觉得有点费劲儿了啊。我这么猛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抱着他，我都觉得有点费劲儿啊。家伙得有十几斤了，一二十斤了，我估计得有20斤了，小胖子。
吃胖不少啊，这家伙。也到月底了，对不对？跟大家见个面，哎呀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一直的陪伴吧，就是这样。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和陪伴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下个月见，对不对？我们下个月见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嘿嘿嘿，嘿嘿，嗯，好，嗯。